为什么说麦爷爷的炸鸡在印度亏的裤衩子都不剩？因为即使你朋友在印度想吃炸鸡，也会来这家炸鸡店。这是来自印度马德拉斯市区的百年炸鸡小摊，是当地肛肠医院的长期。会瘫痪，一旁的公厕便会人满为患。鸡腿装盘后，挤上芝士，你朋友吃完就能化身勇士，一路奋勇发泄。